广冒了泡了。怎么样啊？看不拽呢。二当家的怎么样啊？十套往上。我咋的不多呀？这两分钟。这时候有点准，有点准不？往上听着呢。鱼多。那个鱼多。拉吧，拉不动都是。不是。刚才啊，这带的是一个刚撒的啊，刚撒的这是一个无知的网眼，六米的撒网，钓好多的高子，六米的撒网。完了。什么都没有，我看着。多多了。啊。走着鱼鱼多。不是，这拉不是，你看看吧，给拉了，给拉了，挂吧，哪边拽的？拉下来看看吧，看看什么什么什么鱼吧。全是船量的，我操，成个小号。哎呦哎呦，看看什么鱼吧，看看二当家的说的多了，看着吧，看着吧，原来大船家撒的更得多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拽不动了。那行，咱们就是差不多能走这个。嘿，这也行了，你看看，没法弄了。这两群的拉不点，它不到一块儿，拉不动了，真拉不动了。行呀，这跟大力马手工撒网聊天啊，可以直接联系咱们小店客服啊，各种规格的都有。一个地方挂了一个地儿，大网眼、小网眼的，高的、低的，什么样的网都有。拉出来了，拉过来了吧？拉出来了，拉出来了。但是还拉不动了，黄鱼，黄鱼。哎呦哎呀，拉不动啊，拉不动，拉不动也光鱼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都是鱼了，不是呗，后边有东西，鱼大鱼，后边赶紧回来，你得拉吧，拉不动了，你看看上鱼，是吧吗？全都是鱼，我要上，看看看看，慢着慢着啊，慢着慢着，上上上。慢着，上！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起来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那别过去，过去，走这经济。你看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手感多准呢，说来吧。钓起来了，十条鱼是吧？你看了吧？带了一嘎子。好要忘了联系客服啊！喜欢撒网不的点关注，看直播吧。走这样，弄。